专注在哪里，成就就在哪里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在加州呢，很多这个平房，那我有个朋友有一天告诉我一件事，他有一天早上起来从他家的窗户看出去，看对面那个邻居，他家对街那个邻居的屋顶上有一片瓦不见了，可是其他的瓦都在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他脑袋里面不能不去想象那个扫掉的那一片瓦。请问他的专注力在什么地方？那片瓦，缺的那片瓦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没有去注意到其他剩下的瓦通通都在，所以他的专注力是专注到缺少的那个部分上面去了。那你的专注力如果是放在缺少的那个部分上面，请问如果像按照我们刚刚前面几位老师在解释的，这个能量怎么出去怎么回来的时候，你会得到什么能量？你会得到那个缺乏的那个能